我是公共列车的台北青年，11月30号台北捷运双线线南京复兴站啊，9:26，出发就是土松山329次的C38一行，然后算了高年行高年高年时间，开启车门，土松山开往松山了，是C38一行5365边左，我刚刚那些用刚刚的时间哈，关闭车门就到，拜拜，我赶紧再见。